嗨，我们刚从台南赶上来，很赶，第一时间就冲上来，不好意思，稍等一下下。麦克风先 ，OK， 好，欢迎大家来到鬼才知道台中场，马上呢争取更多时间，大家久等了，欢迎主创团队登场，欢迎徐汉强导演，大家好。还有我们一口气一起出来好不好，欢迎陈柏霖、张荣荣、王静、白白，各位好，姚以婷，嗨。好，先这定位，先请导演跟大家说几句话。大家好，我们刚刚从台南一路塞车塞上来，谢谢你们在那边等我们。好，希望你们喜欢鬼才知道，谢谢。谢谢徐汉强导演，再来欢迎兜哥陈柏霖。对，没错，我们刚刚原本要坐高铁上来，就来不及，然后我们就直接从台南坐车两个小时冲上来，然后谢谢你们等我们，然后耶。耶耶！最辛苦的是蓉蓉，因为刚刚跑错洞，再跑过来。我刚刚被带到是第一洞嘛，然后跑到了四楼之后，问那个，不好意思，我还在传。传到现在。卖票的弟弟，然后他说在另外一洞，然后台中真的好大，我刚刚一路奔跑，一路好恨呐、啊，冲过来。戏如人生，跟秀秀一起跑。我跟蓉蓉同一台车，所以也重现了剧中那个好喘啊的桥段。太有趣了，蓉蓉刚刚打声招呼了吗？有没有？大家好，我是为五斗米而折腰的女鬼凯撒琳。欢迎蓉蓉，哎，欢迎秀秀，各位好。大家好，我是撒琳养的社畜柯国荣，秀秀。欢迎，再欢迎西卡姚一婷。你好，我是差点赶不上这场。后的一个奇葩，本来想说要演一段，就是我坐飞机比较晚到，刚从纽约回来。对，下次带你去好不好？好，大家好，我是饰演卡米拉的白白。有声音吗？声音好，很小声。Hello， 大家好，我是饰演卡米拉的白白。欢迎，再欢迎同学 Hey 林王静。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静，我是那个。凯撒琳养的废物，你们好。你好，你好，欢迎王静。OK， 接下来时间大家有准备好你想要的提问吗？我们第一时间就直接让你举手提问，有没有？哇，很踊跃，台中场。那一样不能免俗，先从兜哥开始帮我们选一个，好不好？好哦，那首先放下来。好，我数到三就可以举手。第三，就你了。化鬼妆那个，对，好，可以大声说出你的提问吗？如果你是地鬼的话，你会用什么方式来吓我吗？好问题哦。你说如果没那么帅的是没有，开玩笑。我觉得可能会看，可能就是唱十遍《爱的视线》吓死人了，是被烦死了，会被烦死，会烦死吧？对，应该是一直用攻击这样。对对对，然后靠他很近这样子。哦，对。哎呦，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哦，谢谢。再来，蓉蓉选一位，首先放下。好，一二三，那我选那一位先生好了，举得最快，是是是。哎，对。王静吗？这可能没有办法问，可能是因为白目吧，我在想，应该是因为本人生下来就偏白目的关系，所以这个白眼球太大，好像也有点无法克制。是不是特效啊？有没有特效？同学的部分好像没有。对，哇，天生你有，你的有。所以王静真的是天生白，我天生白目的、欸。其实我可能只是在看其他地方，但看起来很像在瞪人，或者是看起来像斜眼看人，但其实我没有。那你要不要瞪他一下？瞪他。哎、欸，这是真的在瞪你。瞪你不好意思吗 ？OK， 也可以到了哈。好，下一位王静选一位。好。这有一位同学。马上。你还好吗？我心里好痛哦。奖状还表框了，哎、欸，给大家看一下吗？哎、欸，鬼才知道特映会努力奖哎、欸，好用心，你是二刷以上了吧？好努力啊！你们看一下，好努力啊！哦，很努力、啊，谢谢你。里面还有吗？都是我的名字。好，请提问。有哎、欸，用兜哥的名片，好厉害！哎，请说，你大声讲，大声讲就可以了。我想请问一下，就是王静。
就是跟徐浩翔导演合作两次都是厉鬼专用户，有什么不一样的心境改变吗？不同的感觉，学姐。我其实觉得就是感受上面很不一样，然后更紧张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可能第一次返校的时候就觉得反正是第一次嘛，哦也还很新嘛，也不好应该也没关系吧的那种很侥幸的感觉，但是就是我觉得是没有真的这么侥幸，然后还是很认真在演戏，但就是好像时隔了五年之后又要再回来面对这些很熟悉的导演也好，监制也好，团队也好，然后同时也会再遇到很多很新的，就是平常比较不会没有一起合作过的演员们，然后平常也都很崇拜他们，演员们对我来说我觉得会更紧张，有点像是你出去打拼了好几年，然后你要回家拿你的成绩单给你的家人们看，说哎，这是我离开家之后好几年成为一个特别打拼的那个结果，不知道你们满不满意，我觉得在跟他一起合作会有这样的感觉，很棒啊导演给王谦的表现打几分？我觉得满分啊，对我来讲真赞，掌声，你做到，而且打什么分啊？对，不要打分数，你很棒，你自己也知道，我觉得就是这次对我来讲就是除了白白跟雨婷是第一次合作，而其他都是从小一起拍到大，从小认识到小，我他那个不好说了，那个不好说，我那时候19岁，谢谢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跟他们认识这么久，我跟蓉蓉也是以前一起拍过短片，然后我觉得在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其实也都长成另外一个样子，然后也都带着各自的历练回来这里，我觉得当他被集合在一起的时候蛮动人的，对，所以就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然后新加入的同学们也是谢谢你们，你们超棒的。徐浩翔突然间变那么感性，我还不习惯呢。怎么样？你累了对不对？坐太久的车，太久的车人会变好的，人品变好了。下一题就恢复了。好，下一题我们让瘦瘦选一个。好，那个穿黑衣服的先生，我看你举很多次。大声说出你的提问。好，就是我想问说，我们这个影片呢、啊，拍的把鬼故事都拍得很有趣，然后我就想问说，你们自己本身有没有遇过什么有趣或者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或者是鬼故事？我没有。好，快问快答，有吗？柏林也没有，蓉蓉有吗？嗯，当你真的遇到，那绝对不会是有趣的经验。蓉蓉好像感应得到，是不是？偶尔，对，所以，哎呦，今天开门，不要聊这个了。哎呀，就这样，还没开，最后还没开，四小时后才开，差不多了，还有四小时就开了，那我们先不要聊这个好了。那你现场有没有，不要再问了。好，有没有？说说有没有？有遇过很可怕，在中国的某个饭店里，然后从来没有遇过，人生就那一次，所以就非常笃定这个东西存在，这样。哇，天啊！OK， 好，那个西卡呢？我没有，我本身就是在吓别人的，很明显。白白呢？没。我在拍鬼才知道的时候，有发生一起灵异事件，就是我们在那个演员换衣服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个人的小帐篷，就在里面换到一半的时候就听到个的声音，然后就感觉有人在动我的帐篷，然后就很害怕，想说是不是好兄弟来了，然后出去说没有了，旁边有一个人在搭帐篷啊，不是那种帐，我不是在开黄腔，他因为开黄腔，不是因为他因为等一下有很多人要进来换衣服，他又在开了一个帐篷，你们都被警察抓去关好了啦，他在那边在笑什么？听者有意，王静呢有吗？或者是即使有我也没有那个感应到，对，明白。听，有没有要补充？其实我们在拍的时候最恐怖的就是我们的化妆间，每一次一进去的时候，它左边的那个衣柜永远是打开来，然后里面大概放了七八顶假发，还有人头，然后每一次走到厕所的时候，都会莫名其妙看到一顶假发是湿的。因为他们每天都要洗假发跟晒干它。然后你知道吗？其实有其中有一个人头上面有贴马后头的胡子，因为他们洗胡子要晒干，我就吓到这种这个鬼有胡子的。然后讲完了。
听说许汉强导演有亲自到拍片的现场住那个旅馆，在礁溪的温泉旅馆，因为他还有在营业啊，他在营业。旺来大饭店，那个叫旺来，我们就先保密一下，你们自己去。要先唱好，要不要先唱好？要讲还是没有没有？不是说好要先保密的吗？你刚刚讲了是不是？我说破亿，我们开香槟啦。哎，直接说他已经讲了嘛。哎。14号房真的有啊？哎，好像还要保留，但是后续要干嘛我不知道。可以去朝圣。现在不知道，我现在不知道现在还不知道，可是他会有保留，所以之后想要朝圣的可以去14号房朝一下。好像有对，但我不晓得。直接说就是礁溪的香槟温泉大饭店，哎、对，去朝圣就来回很辛苦，所以我就刚刚说帮我开间房间，我就住在上面。你有碰到萨林吗？没有，我只是觉得很想睡觉。因为每天都好吧，我每天都拍到早上，然后。下午就要开始，对，我是社畜了，社畜比鬼可怕，知道吗？对。来，那个白白，你选一个观众提问。好的，来，等一下，先放下。首先放下。1、2、3，哦，这边有举一个帽子的女生。好。刚刚问王静那个卫星胖了几公斤？哦，怎么才？他好像有刻意增胖吗？还是不小心吃的比较多一点？那时候冬天很冷，来，麦克风递上好吗？谢谢。没有，就是那时候在了解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有大概知道说，哎，我接到了一个不需要减肥的角色，所以就没有刻意的减肥，然后就会是那样子。谢谢。那有没有算过那个时间点跟现在差几公斤？其实我哎，以后聊这么无聊的事情吗？不会，大家想知道你现在很fit。其实我公斤数都没有差很多啦，但就只是有没有在健身而已。哦，对，就跟朋友一起健身，对，体态更好了。那瘦瘦有微细增胖吗？这一次，就是晚上有时候像烈姐啊，或者是 Sony 爸爸啊，或者什么，就常常会有一些探班宵夜，所以其实不用特地增胖，就自然而然变胖了。还好我是穿浴袍，所以胖了也不会看到。可爱可爱，西卡选一位观众。1、2、3，对不起，可以再次。你讲话是亮暗灯的，好可怕、哦，怪怪的西卡。1、2、3，西卡选一位。另一位是，就你大声说出你的提问。要求，所以你们可能会要活成他们希望的那个样子。那，你们身为艺人就是比较漂亮或是很帅，然后你们一定也会有一些压力，他们可能会就是关注在你们的外表，或是可能你们比较，对，就是我想问说，你们对于这点，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感受很深的他人的目光是不是？好。那怎么去克服一些他人目光或是舆论的压力呢？我相信这一集最专业的应该是蓉蓉吧，因为你是最资深的厉鬼啊。萨琳姐，你先说。我觉得有时候肯定会有一些容貌焦虑，因为你当你什么都不做，或是你没有化妆等等的，就会被别人指指点点。但我觉得到后面就是尽量的放下那一些，因为就是。我们是，就是心爱的妈妈怀了10个月诞生下来的，我们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跟外貌觉得骄傲，所以就慢慢的，大家也都要就是这样子，就是可以不用太在意别人眼光，尽量做自己。然后我觉得只要爱自己的人是关心自己的就够了。哇，你是在帮我制造灵骚吗？蓉蓉讲的满满的正能量，这么感谢你一直的灵骚，谢谢蓉蓉的分享，谢谢大家。一定是刚刚聊错话题了。兜哥有没有要补充说一下关于这个部分？这个我哪对完全没有的一个，我觉得健康就好了。对，然后想吃就吃，像我刚刚吃超多炸鸡了。你真的食量很大哎。对啊，我因为我很喜欢吃东西，然后可是你吃多少就运动一下，就好玩吗？对，好玩吗？还好，瘦瘦，虽然我不是长得帅或美的那一种人，但我当然也有作为一个不太红的演员的成就焦虑。老实说啊，因为其实
家里也会一直说你什么时候要去当一个正常的上班族啊什么的。但我觉得人嘛，就是做想做的事情，然后好好活下去最重要。然后成就好像不见得是最重要的事情，就像电影里面大家一起奔跑的那一个背影，其实就是一个很美的画面。那我觉得人生有时候不要只看着终点，有时候也要看一下这些路上漂亮的风景。那西卡呢？说的真好，西卡耶。你们真的讲得很好了。我觉得这一题是每个人的命题耶，因为好像终究会经历过你要在意他人关注或是他人的眼光这件事情。我觉得尤其演艺圈，我自己体会的蛮明显、蛮清楚的。所以年轻的时候有一段调试期，那我觉得到现在就是自在的，但多少还是会。随着世代的改变，像现在的网络这么发达，你就看到很多不同的生活样貌，难免还是会有一点影响的时候，就是要记得跟自己对话，回到自己想要在的世界里。把自己的 WiFi 拔掉，手机踩碎，欢迎加入西卡的团队。哎、欸，你影片节奏太慢了，三倍好不好？要差三倍是？时差啦，时差。拜拜。我以前是有容貌焦虑的，因为我们在演艺圈就是那种典型的美女真的非常的多。后来我想通了一件事情，既然有这么多典型美女，那我就当非典型美女好了，因为物以稀为贵。哎，当时有人在拍什么？耶、yeah! ！白白很美。我不是最漂亮，但是我是最性感又最可爱的。Yes, sexy。所以希望就是透过这件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一定要非常喜欢你自己。因为你就是你自己的啦啦队，这样，所以我就是在当自己的啦啦队队长，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就是自己为自己加油吧。谢谢，嗯，棒棒。今天这一场映后很像 TVBS 的看板人物啊，对啊，所以好感性，好知性哦，张念华姐姐，王静压轴。我觉得其实好像就如同刚刚聊到，不管是容貌也好，或者是自我价值也好。其实刚好在拍摄鬼才的时候，我觉得正好是遇到我在事业上面对自己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一个时期，就是过往都会觉得说，哎，好像作为一名演员就是应该要一直拍戏，然后确实也会有很多剧组在邀请你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人情上面压力，比如就是说啊，你不来的话我们就会完蛋啊，如果哎你也不想想，你刚出道的时候是我照顾你什么之类，就会有很多这种事情。所以就觉得啊，好，那我就要继续磨练我的演技，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演戏，那我就要一直演，一直演，一直演。那演到最后，好像就会有点迷失嘛。然后另外一方面也会在想说，好像对，就是好像大家会说，怎么你都没有在休息啊？怎么你都没有在怎么样？怎么你都没有在怎么样？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很认真的在审视这件事情。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遇到了鬼才。所以其实，在拍最后一场戏的时候，我在跟。就是我姐姐的那个小孩说话，但因为那个 baby 比较嗨一点，他会一直做瑜伽，他就把他头举在，让他把他脚举在他头上等等的，所以要跟他对戏会有一点点困难。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妈妈就先把 baby 给抱走，然后那个时候我跟导演我们就有想到了一个方式，就是我对着我小时候的自己说话，就是看着一张照片。然后我就跟那个照片里面的自己说，你不用成为一个特别的孩子也没有关系的。所以其实拍完鬼才之后，我好好的再重新想了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跟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我觉得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想法，然后也更清楚的知道自己要怎么样的活着才会比较舒服。嗯，演鬼才也是一个疗愈的旅程，对，非常疗愈。谢谢王静的娓娓道来。最后时间我们要抽出五位幸运的观众到厅外跟主创单独合照。先抽，对，一个袋子抽一张，白色的话是几排，绿色是几号，等一下我们组合一下念出这五组，看看你的位置，记一下你的位置，你是第几排第几号，等一下第一时间就到舞台的右手边，等一下就会工作人员带你到厅外，可以跟主创合照。好，好，不错。那白白先，11排9号。好，11排9号有没有？下来，下来，黄白
下来直接到厅外带你出去带出场来西卡呢四排22号四排二十二号在哪里直接下来有吗四排没有二十二那再抽一个号码好不好号码再抽一个是西卡的第四排13号来请出场谢谢再来蓉蓉我是奇怪我怎么算都只有13排我为什么是14啊你们有14排吗还是电影院没有第四排14 15那我们再抽一排反正就15了啊15在哪二排15哎经理15有请出列谢谢来我没有OK 所以瘦瘦的5排4号5排4号来这边请好王静你最后一个来请说10排18号101810排18号好恭喜五位观众可以到厅外跟演员们等一下单独合照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请主创跟所有在场观众来一张大合照好吗好来这边请好可能要半蹲了不好意思因为人真的非常的多谢谢你们用行动支持鬼才知道8月7日全台磅礴登场大家都要进戏院再2刷3刷好吗谢谢各位这个时间点来双手举起来因为我们要拍一张可以吗笑什么准备好了要喊出来哦先双手举高321就往前哦321可以吗好收起来再来一张你会中兜哥的你会中321你会中哦好吧来再来321你会中鬼才知道大卖史上最好笑谢谢各位拜拜好导演跟他说再见大家再见谢谢你们好听完一弄感谢谢谢大家支持鬼才知道刚刚有给一些时间让大家拍拍照大家先在位置上先欢送你能离场谢谢刚刚所有人拍的照片啊还有哦很热情的大家好看一下我镜头好不好我全程有录下来好来挥挥手好吗我们自己下再来玩一下好很好好很好好不好来321再来一次要开门了快点321真的，拜拜！上 YouTube 找找看哦，我会把它上传。